老虎嘴，打老虎嘴，打老虎嘴。那个调皮的小玩意儿，先修理。不要先修理。哼。家人需要限时在一小时内从家中撤离。真的吗？不是很怕，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两天很快就过了。不想走，我不想走。我奶奶舍不得你。放心了，好的好，是吧？走了。那妈妈带你跟姑妞，这有好多事情。爸爸，我去拜拜。妈妈，妈妈。吃醋，吃醋。本来就是个左撇子，你左手写字聪明啊。那右手写字人就不聪明了吗？左手写，右手，左手，右手，左手。我不要玩，不要玩了，不要，不要。本节目由来自荷兰自家牧场、荷兰原产原罐的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，感谢洗手洗澡护全家、长效保护舒服家首席赞助播出，感谢合作伙伴网易考拉海购，买进口上考拉，百分百正品，感谢合作伙伴美白紧致用 Olay 无惧年龄你更美赞助播出。求助哎，我的乖宝宝呢？嗯，大林子哩，也是外婆的乖宝宝哩。七克八颗机器人，亲爱的超人妈妈，超人妈妈连忙现在发来第一项任务，家人需要限时在一小时内从家中撤离。妈妈与宝贝将共同度过接下来的48小时，计时从现在开始。祝你们好运，超人妈妈联盟委员会。外婆，你必须在一个小时内走。他说让你走。啊？在家听妈妈的话啊。好，早上早点起啊，要妈妈也早点起啊。好，哎，按时吃饭啊。好，不要在外面，总在外面吃饭啊，少看电视啊，记得做点作业啊，记得刷牙，少吃点零食，多吃点饭，记得多喝水啊，记得写字啊，写字啊，按时吃饭，少看电视啊，记得刷牙。嗯，好乖。好好好，拜拜。还没呢，没走。咚，一定听妈妈的话啊。嗯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嗯哼，好好好。嗯哼，拜拜。走，拜拜。走吧。嗯，好的。别看电视哈，知道吗？眼睛一看电视。我想少看电视。啊，少看，最多看一集一天，知道吗？好，你走吧。嗯，好的。反正外婆平时跟你说的事你都记得点啊。你走吧。好吧，我走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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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。你走吧。好了，走了。又走了，你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开心啊。外婆不在家啦。我可以干什么了？出去吃饭，吃八锅。吃锅巴不是吃八锅。
给刷牙洗脸吧。猫吃了，小玉，怎么了，妈妈？咱们家小玉怀孕了，要生小猫了。对，要生小猫了，让妈妈当生你一样。下午带她去做个 B 超。B 超是锻炼身体吗 ？B 超不是锻炼身体。要做手术，还有一种超声波，然后就可以透过他的肚皮看看他肚皮里边的样子。这个肚皮呢，正不把扒开、不是把肚子扒开，它有个机器，然后涂一种啫喱，然后在上面透过你的皮肤可以看到肚子里的样子。那时候妈妈最爱做 B 超了，因为就可以看到你在我肚子里的样子，跟现在差距好大呀。那时候我想象中的你是一个双眼皮大眼睛，当然了，你现在偶尔也是双眼皮大眼睛的。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去给小玉做这个 B 超，你说小玉有几个 baby 啊？你说，我们打个赌吧。好，如果我赢了，你所有你自己能做的事情都要自己做。不要再让我做。如果我赢了呢？你说。那我就一起刷牙洗脸。我同意这个赌注。我同意这个决定。我赌小玉怀四只，你赌小玉怀几只？五只。哦、那我们今天下午就知道了。小玉别吃。No, 小玉一会儿给你弄你的好吃。来，我去喂它。我回来的时候你要把这吃光光啊。小玉怀孕了，要多吃一点东西。那我能喂洛洛一点什么吃的吗？爸爸把我鸡蛋吃了。什么？爸爸把我鸡蛋吃了。你不会看好你的鸡蛋吗？好、哦、没了。你吃完了把这收拾了都喝光光，吃光一样就放一样，把妈妈的碗也放在水池里。这也到了。对，到了。小玉，呱呱。小鱼呱呱走了，进来，宝贝，慢慢进。啊，呱呱别去了，放不下呱呱了。拿点糖。拿点糖给医生吃。对啊。
出发了。布布，你说 yes。Yes。我们来捣蛋的一天。关于四十八小时自己要完成带两个小孩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。不管是在照顾上也好，或者是说陪伴上也好，我觉得都是还蛮容易的，应该不会太困难吧。就给你一个小饼干吃好吗？我要要吃。不要吃零食啊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嗯，这个真的好好吃，好棒哦！我要，给你摆。Yes。啊，你让他吃到辣饼了，好吃吗？化妆的耶，好酷耶！我要化妆。你要化妆吗？来，我们两个来化妆。我帮你化妆。哇！我帮你化哦。哇！我帮你化。妈妈很漂亮吗？啊？像土拨鼠哎，像不像土拨鼠？布布，我看你有没有好漂亮。你戴好看。你擦口红还是可以讲话，你知道吗？不用一直嘟嘴，你看妈妈，你不用一直嘟嘴，可以讲话。妈妈，不用，不用一直嘟嘴。你是粉红色小公主吗？我们一起吹。好。哎，你好漂亮！我给你看镜子，等一下。你想要帮我画哪里？好了，给你画一个。为什么眼睛要闭？好漂亮吗？我帮你拍一张。可是你好像没画完呢。看妈妈很爱你，还叫你多画一点。可以吗？不不，妈妈帮你弄那个面面，好不好？嗯，冰箱水果很多，要记得吃。爸爸好贴心哦。宝宝这边写昨天喝的汤，昨天的汤，波妞，哎呀，你怎么爬上去的，波妞？你都一直流口水，来麻烦，麻烦你背起来好了。我在背波妞，你可以等我一下下吗？你要拉开这个是不是？好好，你去看书哦。
湿透了。玩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嘿嘿嘿，刚刚给你水的时候我就知道，有没有湿湿的？可以这样玩水吗？来，妈妈跟你帮妈妈一个忙。那你坐好，我不用睡了，我再帮你换衣服好吗？豆腐咕咕蛋蛋咪嗦饭，没有他菜，对，没有菜菜。可是可以不吃菜菜吗？晚上的时候要吃菜菜可以吗？那你等一下跟我说，妈妈我想看 ABC， 我也想。所以真的哦，说话。你会算话吗？你就觉得很满足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妈妈问一个最不该问的问题：爸爸煮的好吃还是妈妈煮的好吃？妈，妈爸不煮的不好吃。完蛋了！爸爸每天给你煮饭，你说爸爸煮的不好吃，爸爸会哭哭吗？会。好啦，爸爸煮的也好吃，妈妈开玩笑。快点啊，快点啊！我不拍了，我不敢跟你拍了。为什么？你满意吗？不满意。那我们再拍一次吗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可以做很多很漂亮的卡通，我们可以玩一下吗？我不是想那个让你不好玩，这打出来多可爱啊！你看，我们可以打一张吗？妈妈给你再做一张，可以把它修得很漂亮的，你可以留一张这个做纪念的，可以吗 ，Andy？ 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 ，Andy？ 你可以跟我说吗？啊？Andy， 我们再玩一次吧。你看，你来玩，你可以点的。你来投，那这个投币给你，来。你来投。放在这儿，你看看，特别好玩。你看你这像什么呀？你像个小姑娘吗？这个。
你把眼睛修得大一点吧，这不是你最大的梦想，就眼睛变大吗？没有。你不是梦想把眼睛变大？没有。我帮你投吧，来，我拿你这个投，还是我拿自己的帮你投？投我要不要吧？你投嘛。我不要了。拍一张吧，拍一张有你的，咱俩一起。我不要，你都揪死我了。啊？我都揪死你了？你刚才弄我的时候揪我干嘛？我弄痛你了是吗？所以你不高兴了是吗？什么时候啊？刚才。哪？什么时候？那我们俩一起来。开什么镜头？他有的时候是很细腻的，就是一点儿特别微小的，可能我自己都没有在意的事情，他可能会就会记住。我拽了你一下。对。然后你不高兴了是吗？反正我不想快。那对不起 Andy， 我不是故意拽你的，我只是着急想让你快点。那我们再拍一张好吗？我帮你投了啊。你放一张。我帮你放了啊。你进去了。你就半个脸，来来来。行了，来吧，你可以来选了，贴这个小熊猫。你把那个小熊猫的耳朵擦掉了。那重新说。妈妈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是看不到你了吗？我们写个 N N D Y， 给你画一个锥。个屁！哎，这什么？狗鼻子，你要兔子吧？哎，这个好看，你给你自己戴一个吧。这还有星星呢。哎，谢谢您的光临，期待您的下次光临。好，我谢谢。好脏了，来走吧。脏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一拍就掉了。这个一会儿干了，一拍就掉了。来 ，Andy， 快点穿上衣服，外面很冷。Andy， 脏。哎呀，气球，你要不要个气球啊？你要不要一个？嗯，来，拿自己拿着。回去一拍就没了，这些东西一拍就没了。现在你感觉好了，快点上车吧。我脸上什么东西？你脸上没有东西，真的没有东西。有东西。没有东西。就这，哎，小玉有点紧张，她在叫。先进。Thank you。好久不见呀！好久不见，来，我看看小玉。快看看吧，你跟高舅舅打招呼。Hello。你要吃糖吗？哎呀，这么好啊！给我带了糖，谢谢。因为我们家有喜事。哇，真棒！谢谢永恒。不客气。现在要先给他做一个身体的检查，需要抽血。
哦，就放那去吧。血型，1.1毫升，1.5就行。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哎，小玉，我看一下外侧。哎呀，有没有？啊，来，我抱你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不敢看啊？我抱你。那我就闭上眼睛。对，看一点。你猜小玉会叫吗？会哭吗？会像你一样打针时哭吗？我觉得会吧。如果小玉不哭，你以后也不要哭了，好吗？如果哭了呢？如果哭了，你也可以哭，但是小玉肯定不哭。天哪，天哪，开扎了，扎了，出血了。你看小玉多勇敢。痛不痛，医生？不痛。我还看了，你看小玉连哼都没哼，哇，真是当妈妈好伟大呀！做完了，那我们可以去那个 B 超吗？当然了，喵喵喵，走了走了 ，Let's go， 现在 B 超开始了。小玉不紧张啊，我们看看你有几个 baby， 啊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开始了呀，好紧张死了，好紧张，但是不想动了。妈妈，你看看，那是那小宝宝吗？对呀。看到这个头了吗？尖尖的，这是嘴。看到这是一个头颅，看它动了，看了吗？我想摸，这里。你看这个声音，那是小玉小宝宝的心跳。哇，有心跳。啊，好，你知道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也这样跳的。如果我在你肚子里跳，那你会感觉不舒服吗？不会，你一跳的时候我可幸福了。你知道妈妈怀你的时候每个星期最愿意做的就是 B 超，因为可以通过 B 超看到你。不做 X 光吧。嗯，要马上去看了。怎么着急了？要看是几只了。嗯。小玉别紧张啊，我们只是照一个 X 光，然后看看你有几只小猫咪，你有几个小 baby。小玉进来吧。来，来来，我来。嗯哼，在门口等。嗯哼，过来。跟舅舅在外边。在外边也可以，你看这儿。一会儿舅舅抱着你看。我跟他们说句话。跟他们说句话。小玉加油！不着急，小玉别紧张，没关系啊。哎呦，这大肚子，别紧张。嗨 ，OK。有几只？你看，我们数一下，看看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。左侧是三个，右侧是两个。嗯哼，猜对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我要有5个孙子了，我要当姥姥了。嗯哼，你有5个侄子或者侄女。那到底谁赢了呀？嗯，到底谁赢了？你赢了。你赢了。我们不都说的是四只吗？我说的是5只。你可以好好的照顾他，一定要让他生一堆特别特别可爱的小宝宝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特别特别，超级可爱，你不知道？万一不很丑呢？它特别重要的几个方面，我听舅舅跟你讲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小玉是 B 型血，那我们还要给呱呱要验个血型。如果呱呱也是 B 型血，生的小宝宝就不会溶血，吃母乳。嗯。但是如果它是 A 型血，或者是 C 型血，或者是 AB 型血，
那我们前三天都不要给它吃它的母乳，我们要辛苦一点，两三个小时大概就要喂它一次，你要陪着哟。就像你小时候一样，两三个小时喂你，喂一次。这个品种为什么特别特别的珍贵？就是因为它出生以后这个特别容易难产。出生以后这个特别容易难产。它难产的几率高吗？这种猫？难产的几率在这个品种来讲的话，应该还是相对高一点。是吗？哎呦。我最难受最心疼的就是小玉，我只希望他们活着，可以让小玉看到他自己五个小孩都健健康康的，可以在他面前感受到一个妈妈本该享受的幸福。我特别期待，我也特别祈祷不要发生不好的事情，一定可以的。你小时候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第一张照片就是一张 B 照图，是1.44厘米。我当时拿着的时候就哭了。你爸爸把你的人生中第一张照片放在自己的钱包里，你就知道爸爸妈妈到底有多爱你。那我会动吗？那是，万一我跳跳跳，你肚子感觉会不舒服的呀。不会，四个月怀你四个月的时候你才会跳跳跳，那时候你就才有四肢，然后很有力气的踹我的肚子。那那会儿你痛吗？小玉，哇，伟大的妈妈来了。其实我不会痛，但每次你踹我都觉得是你想我了在跟我打招呼，所以我还是每次动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幸福。你出生的时候我跟你说你好，然后我们最近就要说你好了，就是给小玉的新生的五个宝宝说你好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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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抢我的布啊！是我的人皮，就给我吧。装！小玉，给你的宝贝搭一个猫窝可以吗？嗯，回头到时买个新的被子。你要当妈妈啦，这是你的 baby 的婴儿床，你喜不喜欢啊？然后这还可以让他们玩的地方。可以从这里跑到里边去，你也可以在这玩。嗯，用这个金的铺一个，代表比较吉利，吉祥的象征，顺顺利利。你会喜欢吗？嗯。哎呦，我的女儿要辛苦喽。蹦床乐园，哇，怎么样？哇哇，好厉害！你看，好厉害！看谁跑得快！呀呀呀！哎，我们得去那儿啊！去哪儿啊？去那个草地上。哎，快！好，来了来了。妈妈，
哎，爬，好难爬。带你去看一眼，看一个地方。哎，累死我了。你现在先不能看，然后我给你戴上这个眼罩，我牵着你过去，好不好？走。哎，不能看啊，没有危险的，你放心吧。上楼梯，手扶着。这还没有，这都是楼梯。好，你可以摘开了。哇！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滑滑梯是不是？你敢滑吗？你敢滑吗？不敢啊！不敢，你滑一次。他敢吧？他不敢吧？对，坐直了。他说他不敢。哇！我有一点点感，有一点点感呀。下滑的时候，双手放。你可以。啊？不是。我不想去。你不要在我前面啊！你要自己滑呀。我不敢滑。不用拉手，这样我把它往下拖一下，然后您这边也是。手撑在这，然后腿伸直，撑下去的过程当中掉下去，对，手摸了肩就可以。你又抱着，你手就这么抱着就对了。叔叔把你放下去，你就这么抱着，然后我说三二一，等妈妈滑的时候，你和妈妈一起，好吗？来，来，三，哎，等，二，等一下，等我先下去。一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你先放开，走走走，你要让我三走，走走走，他就想着往我这边看，我想跟我说话，但一侧过来以后，他的那个重心就不稳，他的脸就直接拍在那个滑梯上了。确实轻了好大一块，其实有点自责。没关系，那我滑好不好？好。我滑你就那么高兴？我滑那个红的。好，那你来。爷爷一点不心疼我。好，我滑红的。高的，我滑高的，你就滑蓝的吗？好。但我听到他说，他好像需要我跟他一起滑，他才敢滑。他就是受伤了以后，他就会抵触这个东西，其实还是有一点那个心理阴影的。在这种时候，他会需要妈妈的保护跟陪伴。我肯定是会奋不顾身的去陪他，哪怕去陪他滑个红的，我也一定要陪。不行，你能再给我拉上来吗？
腿伸直啊，腿伸直，胳膊抱到胸口上。我怎么抱胳膊？我胳膊不撑在这吗？好，你现在把胳膊抱到胸口上。啊，现在抱你拖不住我。一二三，要起来吗？起不来了，我没劲儿了，好吗？来，手放松，手那个手放松。手那一瞬间有一种失重的感觉，会有点难受，像吐一样，就是这样子。下来以后觉得没有那么恐怖。你不用看妈妈，你就看着正前方，眼睛不要离开它好吗？坐直了啊。你不要歪过身子来看我啊！你看前面的，你看正前方黄色的板好吗？嗯，好，好，一二，一二三，走，啊，坐直了，啊，哎，你怎么就坐着下来了？好棒！觉得儿子还是挺勇敢的。我还会想着可能要过几次他才会敢来玩这个东西，没想到他马上就能够再次站上去。我不需要他是所有小孩里面最勇敢的，我真的不需要，就是他已经能够在这个程度，我觉得已经足够了。